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机场啊，所以这机场的器材室呢，找我们的相机就在这个防潮箱里面。基本上拍 vlog 啊，我会带相机就肯定是我的 Canon R5， 它算是我的 main cam 啦。这台相机可以拍到我想要的 4K 50 frame 之外呢，其实它可以拍到 8K 30 frame， 但是因为我的记忆卡跟我的电脑没办法搭，所以其实它就蛮够用了的。当然拍 vlog 的话，这个 lens 对我来讲有点重啊，因为毕竟我老，所以呢，我就会搭配这一颗 Canon RF 16mm f2.8， 非常小颗，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天衣无缝，看似娇小玲珑，但是功能非常之粗暴。然后再拿一个我的 vlog 脚架跟麦克风，我都是用 Rode Stereo 麦啦。然后我的脚架在哪里啊？脚架在这边。目前这个是我觉得算是我的脚架，因为它是比较可以承重一点的，虽然它的握把没这样舒服，但是拍 vlog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拿完东西我们就准备出发吧。耶，各位，今天就是我们 CYP 跟 D 喵有史来的第一次的员工旅游 company trip。其实我们一大早就7点多在机场准备等上机啊。刚才去泰国的朋友很多啊，大排长龙啊。泰国妹。哇，你卡，卡公卡。嗯，他喊得头疼吧？你要吗？你们有注意到哦，全部人当中哦，只有永杰一直在那边看哦。今天啊，这是你第一次搭飞机是不是？我要做一个 interview 哦。是你一直很好奇是不是？你要一个刚我刚才看过来看，他还是在那边看哦，他很认真的看。通常来机场会这样认真看东西。来讲啊，我们这种三番是这样啊。我们不这样用啊。现在我们带永杰在飞机场里面走走，因为他不懂里面有这样多免税东西。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有烟有酒可以买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很多那种电子产品哦。然后你要讲哦。啊？刷菇。Hello， 怎么刷菇了？你睡得比我还刷菇？昨天才睡两个小时哎，喂，累。丢脸的事情。啊，真丢脸！你看，该不会是那个摸鱼？不认识，不认识。其实影片拍到现在哦，他们都不懂我们去哪里。对对对。我已经跟你们讲，其实我们这一次是去泰国了。不是吗？我是韩国，我走 Blackpink， 好笑没？好哟。然后其实我们公司这次会选择去泰国呢，是想说有一个出国的感觉啊。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永杰要去南拉布拉多。也、欸、不是我要去的，是还要去。屁呀、啊，很累啊，想睡觉。我们提早了，还有差不多45分钟，多一个40分钟，你们可以看到一个22岁啊，然后第一次搭飞机的人，其实蛮稀少的嘞。不懂有很多这样的人嘛？因为我身边朋友都有搭过飞机。什么叫笑你们？是取笑你们。很累哦，休息一下了。晚安大家，晚安，么么哒。要到哎，双手举在那边。双手合十。我佛慈悲，众人帮我按摩来。再麻烦谁？按摩嘞。Bingo。萨瓦迪卡，埃卡比卡西卡，刷骨卡。哇，各位去泰国的朋友们呢，人山人海，你们从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很多的。我很紧张啊，坐飞机。各位好戏即将上演，等飞机起飞的时候就是我们电影开始的时候。这部电影名字叫做什么呢？冲上云霄。
基本上刚刚就一直在睡觉吧，因为想要才两个小时啊，有一点睡不够啊，就到了泰国。这次我们来也是泰国曼谷哦。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跟书生上一次来泰国已经是2019年了，现在泰国开放也是蛮多的，是吧 ？OK， 拿完行李了，可以走了。现在就走去门口，因为我有找一个司机，就是包车，这几天在曼谷都带我们走走啦。然后这边距离我们订的 Airbnb 应该只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现在泰国机场还是很多人叫，尤其是7月过我不用那个台湾 passport， 我西北都人，人人都能来泰国。来，你们配合我喊 Saudi Cup 啊 ，Welcome to Thailand。哇，你们的默契很厉害耶！一人陪我喊的，屌丝！一人说出一件泰国要做的事情，交易。你要什么？找几个男朋友？你也是找几个男朋友？我要去南拉布拉扎。OK OK。你 ？Seven Eleven。啊，假假的。Seven Eleven 呢？南拉布拉扎 Seven Eleven 啊？那把是歪的，我不是歪的。你的目标是换男朋友。OK， 好的。所以有今天的行程，我们都是包车这样子去玩的，比较方便一点。到我们民宿啊，基本上这个民宿呢，它是在一个很窄的地方啊。那大家有没有想要有一个做这么漂亮的民宿？永杰，加油，永杰！泰国男友，泰国男友，好好，哎，加油，加油！哦，它算是个房间这样子哦，我们总共有两间啊。所以这一间是我找其中一间房间，对面另一间呢还在清理住这样子啊。它的厕所很特别哦，很像有按摩院的厕所。哦。哦，我一个永杰吃鸡和金丸。马来西亚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泰国。这个旅程会带你们去做你们最想做一件泰国事，但是你们首先有人想要陪永杰去南南布拉扎吗？好像没人想要去，怎么办，永杰？没有去啊。哈哈哈，我们现在吃午餐，其实也算是下午茶，因为现在三点了，那个时间很卡。我们毕竟下集还没吃东西，所以我们就来 try 这个泰国的美端了。最主要是啊，其实我跟苏珊来了应该有四五次泰国，有这样多次嘛？啊，反正我们来两次啊，我们一次美端都没吃过，因为其实泰国有很厉害的就是猪肉 burger。其实我跟苏珊在台湾五年了，也没怎么吃猪肉 burger 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来 try 一下猪肉，猪肉配玉。哇，泰国的兵不用钱了喂！来，我的泰面地，泰面地，西北多爱的泰面地啊！哇，甜到好香哦，很甜哦 ，Hot Burger！ 哇，我的猪味啊，配玉的味道。我觉得猪肉配 burger 好香，就像 lamb burger。我觉得鸡肉 burger 比较好吃，蛮咸一下的喂。哇，这很多就是。泰国麦当劳的这个油条，还有炼乳。是油条没？更好吃。像馒头哦。哦，比较像馒头。但是还是好吃。就都是炼乳味，甜甜的，还不错啦。OK， 我总结哦，来这个泰国还是不要吃麦当劳比较好啊，因为它的惊喜感不够高。你还是留你的肚子哦，就吃一些路边档可能更好啦。下次不会吃你啊，拜拜。各位，现在有保镖保护着我，因为现在我们要去泰国一个 super rich 这边换钱。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换太多钱，因为听讲这边的汇率很高。莫名其妙我们到换钱的地方，我们来这边就在 BC 旁边的 super rich。来啊，我的马币在哪里？8.10哦，很高哎，马来西亚我那时候去的。是7点多罢了，7.9左右啊。所以如果换很多啊，像我们这样子就蛮划算的。所以 super rich 里面整个就很像那个银行这样子啊。它跟我们马来西亚换钱中心也不一样，马来西亚换钱中心就是很像人家监牢这样子，然后一个东西给你换，这边就很像是银行做工这样子哦。那么多钱都可以看见吗？可以看你有很多啦。刚好啊，两件。之所以为什么换这样多呢？是因为我们也七个人，其实每一餐这样吃都不少钱了。然后我们又有去玩水啊，我们又有去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换多少我换少了，因为我不打算刷卡，因为刷卡的汇率哦，它的戏啊很不划算了，所以我宁愿换多。如果有多的话，不是留下次哦。那下次不有没有钱我不懂了。各位换完钱了喽，准备去花钱喽。有钱喽。啊，有钱就可以花钱。我们现在去哪里呢？现在应该就是回去深车，叫什么？深车湾了，就回去深车湾逛逛一下咯。好啊。逛完过后，我们才去找我们晚餐，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天来这边还是秋一点啦。其实我跟苏生就是来泰国是2019，我们去帕吉亚，然后来 Bangkok 应该距离是2018了，所以4年没有来，我们就来跟泰国联络一下感情啦。
对，我们来到这个九份火车夜市，然后呢下大雨，我们都硬要来，但是有雨我还是不想出去哦，太过大雨哦。虽然我们有雨哦，可是这个雨大到这样，我们好像也走不了了。接下来还是可以走了，谁会吃饱？走了。我们都有鱼就是要逛街吗？自信点，走路自信点。哦，我们好像很帅气。啊，前面看着我们，我们已经四年没来的火车夜市了，但是它依然还是蛮多店的，而且它改名了，它已经不叫火车夜市，它叫 job fair 了。找东西吃吧，多赚钱吧。找一个做猪。雨太大，我们放弃了，我们没办法跟这雨抗争了，这个雨不够好来。哎，买雨衣还是怕下雨啊，我们找地方吃东西先。哇，这个海鲜餐馆100多人了，我还去看它前面是好吃的东西。那个我看到它的海鲜大吃一下，但是我感觉应该蛮贵的。哎，有那个火山排骨，哎，就是最近在小红书看到讲这个叫非很出名的东西。我看人家吃西海美，但好吃酱哦，喂，这个太潮了，我现在听不到我讲什么，反正就是美妞啦。哎，很惨啊，下雨啊，从来没来泰国下过这样大雨，明明来到泰国，我们最期望最高的火车也是，那下雨，那还买了雨衣，那还要躲雨。Hello， 吃完喽。很嗨，对，来了，应该是来了。来，各位评分好事时间，好事比赞，不好事比倒赞，准备3、2、1。哎，你太虚假了吧。这是虚伪的人。你是比什么？你比什么？哦，倒赞，都是因为一场大雨啊，害我们选择了这里。我们看到这么多，以为好吃。这个东西其实也不适合我们吃了，它只是有点不好吃吧。就想要原厂，不好吃就不好吃，讲不多废话，三个字，不好吃。终于雨过天晴了，我们又是时候出来逛街买东西了。我们在逛街吗？逛什么？我们在看美女。你可以不要每天去哪里看美女吗？你会让大家看我影片就发现永杰在看美女。重点是我该吃饭、uh-huh. 吃到我的口罩又不见了，我今天已经不见了三个口罩，所以我现在就当作是边走边吃哦。其实还在蛮多人下的嘞，我也没有什么人哦，没有，刚刚下大雨，然后全部人马上出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本来下大雨很开心哦，想说大家还不会来哦，就还是这样多人。哎，这个可以耶，这个可以耶，有很多颜色耶，这个是。哎呀，大哥朋友，欢迎在下面留言扣个一，我们就考虑带你去买一下卖给你们来。如果说直播的话转过来啊，来大家扣个一哦，扣个一。现在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永杰去杀价，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来泰国玩哦，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砍到一般的价格以上，所以他开300块给你，你就砍150块这样子，看看会不会成功啊？反正不成功就不要买吧嘛。可以。结果什么价钱？一件200要吗？1200。原本多少一件了？原本一件多少？哎，1250，就是2件。哇，厉害哦！你是不是威胁人家？啊，没有啊，不讲，我们隔缝见。隔缝距离这边有点远了。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泰国夜市做一个事情，我来泰国这样的事也是没有做过的，因为有你们在，是有我们一起做，就是我们吃昆虫。哇！我觉得我们吃这个嘛，哪这个？来你看。啊，你看。蟑螂。这是蟑螂吗？好像不是哦。这是蚱蜢。蚱蜢啊。啊，谢谢。看起来很恐怖。你自己吃吧，我不会吃了。Steady。没有 Steady。CYP Steady。没有。好吃吗？泰国的面包有没有比马来西亚好吃呢？很香哎。哇，面包可以做这样好吃而已，没事可以收皮哦。好像可以哦，看看大家，大马来的帅哥在这里。哇，你们找到宝藏了，他们很喜欢这种手工针织的东西咯。现在我们要买 CYP Dmail 团服，我们就决定买这个最便宜一件100泰巴的发发裤啊，就是我妈妈会穿的裤子哦。来咯 CYP Dmail 的朋友，买团服咯，手里还是裤子来的。你选什么？哎，这样单调调一点嘛，我选这个。对了，就再调一点，你看，点啊你，穿在我身上的话就好了。书生要选哪一件呢？书生，我选了最调的粉红色，请你选一个最调的蓝色。对，就这件了，这件就是它，就是要这么调。刚那孔雀，刚那孔雀。不要，我想穿连身裙。可以啊，因为那个店家有点像。
这个我们就选好放回去就走了。我觉得你讲没有 discount 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讲没有 discount 走那种，我就不喜欢。讨厌，虽然很便宜，但是我也不要买。对，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你的态度。突然口渴，想要果汁啊这边。你们口不口渴？口渴啊，渴吗？哎。你平时喝果汁的吗？我很爱喝果汁哦。真的吗？什么汁的？其实这么多来这个档口喝的原因哦，是因为它在观光景点里面蛮出名的，他们叫它水果西施，就是因为它是卖果汁的。我们就顺路一起买自己喝喝咯。你有喝吗你？对，我喝不了吗？我没看。你有喝吗？你看我背对着它。你背对着它。因为师傅在后面。但是它的西瓜汁哦，差不多10块一杯马币，然后蜜瓜汁哦15块左右。蛮恐怖一下的，可能是有的看有的喝啦。对啊对啊，别的档口只喝不好，但是看摩你看摩，我觉得是值得的。看摩你，值回票价。看摩，有漂亮的美女帮你弄果汁吗？哎，什么？你想什么东西？大家你们没看永杰现在表情？这应该是永杰最开心帮我拍影片一次，因为什么你懂吗？后面有美女看。美女可以出色。讲哦，我第一次看到有卖水母哎喂，好像好吃这样，买回去试，买回去试，我要水母，很奇怪哎，是蛮特别的食物哎，竟然卖水母，大概是这个价格，很像那个沙冻酱哎，你敢吃吗？不敢。终于找到我们来火车夜市重点了，就是这个叫什么饼啊？手艺。煎饼。但是跟我们之前吃的是不同家的档口啦，希望是好吃的，因为我们上次吃到是。西北好吃，究竟一不一样呢？哦，我觉得还是好吃啊。苏生觉得有点不一样，不过可以，但我觉得只要跟人家这样可以哦。就我觉得 OK 的，苏生要求很高哎。没有，我们吃过最更好吃的，所以才会有比较 OK， 不是我呀。哎，计较女人，4年前吃还记得。各位，我们回到民宿啊。这里面结尾呢，我觉得就以一个很厉害的方式结尾。虽然你们看过很多 YouTuber 已经有吃过这个东西了，但是我从来是没吃过这个东西。然后你们看我脸酱红，是因为刚刚石永杰啊，叫我去喝什么？我请喝我咖，喝，我 steady 也 steady， 要一起喝。结果现在回来，我想说，要不要一起 try 这个闸门哦？他是很认真讲，我真的不可以了。那很认真。哇 ，steady 也。刚刚喝酒的时候讲，你 steady 了呀 ？OK OK。哎，酒不一样哎。哎、steady 不 steady 不是看东西的，是看感情的。现在我们 test 两样食物就好。第一个是水母，因为我从来没吃过水母。这个水母的味道，我那闻到焦味耶。水母长这样哦。我不要吃。哇！对吧？没有，哇，这样辣。好吃的嘛先，不要讲辣不辣。哎，你们听声音啊。很接力哦，就是很接力，很接力哦。各位，炸猛，其实我也不懂我可不可以。不行呀！我突然发现了，我吃不下去。也不可以哦，我觉得。它的形状太鲜明了。蛤蜊哦，这鸡皮疙瘩。我现在喝了一点酒，有点上头，我也不敢。喝了一口，喝了。我喝了酒。结束了，可以了。哎，万一你试着你试，我不可以哦。没有，我本来以为我敢了。哎，他的脸很恐怖，我就觉得他的脸太可怕了。我本来以为我敢了，我一拿出来，我发现我不敢了。我在想，到底是不是整只？哈哈哈哈哈哈！人家吐。哎，万一你进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进了。哎，有点，水里。你不相信吗？一个部分。你先下一个部分那位。那个蟑螂须太恶心了，你知道吗？那个蟑螂的脚。可以啊，吃一下。那个可以。就这个粉的味道，烧烤味。就那个可以，玩意是。吃饺子。吃饺子吗？你眼泪。不要这样子。
你 OK。哇，那声音够脆哦，他的腿是 OK 的。你猜看有一半。不要，很好哎。不要哭了，你要笑一下，你要你要吃头。不可以。没有什么。你怎么懂哦？我看头看我。我觉得。他讲话。我要吃你咯。我有一个预感啊，而且我一吃就会呕。我觉得你看眼睛，你看眼睛你想象是你想象是烧鸡吗？鸡腿想象看眼睛别给他投进去。不信你不要投着他吃，再看眼睛，看眼睛烧鸡腿。我第一次这边都抽一下，我会抽一下。我会不会是第一个 YouTuber 要买葱来吃，结果一次没吃下去？这谁的脸？可以啊喂！哎呀，掉进去啊！好苦了。你先吃腿，腿其实好吃哎。我晕。哇脚啊，好像那个玫瑰刺这样的吗？这永杰吗？你们觉得怎么办呢、啊、？OK OK， 一个腿啊。它就很像什么的嘛，很像那种薯片，那种咸咸味道。嗯，对呀、哦，没有什么葱的感觉。什么啊？很好，给你100万，我拿出去。你要想吃啥、啊、真的没办法吃好、啊、你们原谅我一下。你吃了哎，他真的是跟薯片一样味道哎。没有，你懂我每次啊，当我哭泣我就要吃牙虫，我抓他的脚，然后我就抓我妈，他脚很刺，那玫瑰很痛。这个这样剪两次哦，将整个塞进去。翻译，讲话这样厉害，你给我塞进去。他们的表情。咬下去一开始咸咸的那个薯片的味道，但是过去有个虫味哦，就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婉仪代替我吃下去，哎，婉仪加油。这一般嘛。啊，吃完了。有他吃完了。你手在抖。吃完了，吃了吃了。不要那个痛。小孩子来做选择，全部都要。是个男人吗？还呕出来？不能啊。可以，是可以。可以吗？还好。不是很好吃的味道。好了，各位，这个刺虫的 ending 呢是没办法成功了，因为我们尝试过，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成功就好了。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曼谷的 vlog 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明天后天我们才会真正去玩。今天算是比较来到这边就啾走一下、逛一下、吃一下这样子罢了。然后这次 Bangkok 旅行的 vlog 会比以往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会去很多很奇怪的地方，所以你们可以 stay tuned 来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下下下个礼拜的影片这样子。这次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哎，像那个 YouTuber 这样子啊，拜拜。